大把廠商出迷你主機啊，咁喺迷你超人、迷你紅白機推出完之後，連 Sony 都推出啊。咁我今日咧就有機會率先試玩呢個迷你 PlayStation， 即係 PlayStation Classic。咁 PlayStation Classic 啊，包括有20款遊戲，咁可能有啲經典啲嘅有《鐵拳三》啊、《FF 7》啊，呢啲大家都聽過都知係咩 game 啦。咁頭先咧 ，Nikita 同阿 Jason 啊就試玩過 PlayStation Classic 啊，咁不如問下佢哋有冇啲咩推薦俾大家玩嘅遊戲啦。對於我呢啲打機比較渣嘅輕玩家嚟講咧，最啱玩就係呢只鑽地仔啦。人哋叫 Mr. Jula 啊，即係打咗。嗱，咁對於我啲 hardcore 嘅玩家嚟講咧，今次 PlayStation Classic 咧最重點嘅，梗係有兩隻遊戲。第一隻就梗係經典之作《巴薩》啦，咁另外一隻咧就自然係小刀秀夫嘅作品《Metal Gear Solid》，呢兩隻絕對係玩家必定要玩嘅遊戲。頭先聽完 Nikita 同 Jason 介紹完佢哋嘅最愛啊，咁我個人推薦就係呢款多人遊戲 IQ， 咁佢就一款解謎遊戲嚟嘅。咁咧 game 雖然唔可以為大家介紹得太詳盡啊，咁 PlayStation Classic 咧仲有啲隱藏嘅功能，可能係你可以揀 save 卡啊 ，game 與 game 之間可能會幫你快速 save 啊。咁你有啲 game 可能需要轉碟嘅話咧，佢就有一個扮轉碟功能。咁如果你撳下佢 open 掣咧，佢就係俾你揀話，喂，例如我 FF 7想過呢個版圖咧，就轉喺 disc 2嘅。咁你撳個 open 掣咧，就轉去第二隻碟啦，係咪好方便先？整體嚟講啊，如果你係中意玩舊代 PlayStation 嘅人啊，咁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呢部 PlayStation Classic 啦。